그대를 바라볼 때면 모든 게 멈추죠. 언제부턴지 나도 모르게. 为什么怎么画都没有韩剧女主角那样的水光肌呢？你以为只靠这个就足够了吗？开什么玩笑哟！我都敢。想做女主角，随时都可以。卡奇卡哟！哇，刚刚真是激烈啊！但我今天要给你们是最简单的方式，变成韩剧女主角。Are you ready? Yes. Let's go. 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使用的就是这一瓶兰蔻精纯 Rose 80。你想要有光泽，那我们就稍微做一点旋转的抛光效果，把它对折，放在你的鼻翼两侧，它可以让你淡化你的黑头粉刺跟毛孔哦。什么样的感觉？嫩，很嫩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不是很保湿？是的。然后你可以这样均匀的把它擦开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使用精华液。妆前我会建议你不要全脸擦，我们擦在想要发光的地方，鼻子部位还有下巴，均匀的按摩一下。所以呢，你平常只要多这一个几个小小的步骤做按摩的动作，你就可以让你皮肤立即发光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就拿出我们的精纯粉底液。为什么可以直接上粉底液？因为它是精华入妆，把它在你的刚刚擦过精华液的地方均匀推开就可以了。先让你看一下妆效，左右两边是不是差很多？整个光泽，尤其你看，你可以这样子转一下，自己看自己的皮肤透出来的光泽。嗯，天哪，想不想往脸上贴金？当然想。那你就一定得使用兰蔻金砖。这一个金砖呢，它里面有添加真的黄金在里面，直接把黄金贴在你的脸上之后呢，纹路淡化了。哎，真的差很多，你自己看。哇，好倍儿亮，是不是？倍儿亮，亮到一个爆炸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秘密哦。你知道兰蔻其实帮很多很多的韩剧做代言，很多韩剧女主角都很喜欢擦兰蔻的唇膏。那接下来我要帮你使用的就是在《鬼怪》里面金高恩的颜色，它卖得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它是一个奶茶唇，它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贵妇唇。轻轻的擦在嘴唇上面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用手指在它这上面推开来，轻轻的弹压的方式，让你的嘴唇有嘟嘟唇的感觉。来，照一下镜，感谢你的漂亮，也棒哟。